我试一看。米希拉学院期末考试圆满结束了，我可是考了100分，回去妈妈肯定高兴坏了。快快，我得赶紧回家。妈妈一高兴啊，最新的游戏机、玩具、电脑、零花钱，通通都有了。天哪，好险，差点就闯红灯了。再着急也得等一等红灯呀。怎么回事啊？这绿灯怎么还不亮啊？该不会是坏了吧？ Oh, no. 这左右两边都没车，冲！妈呀，这也算闯红灯啊？只能够找工具来维修了。学校旁边有公园，哎，那不是学渣吗？学渣同学你好呀。叫谁学渣呢？谁学渣呢？学渣是我，学霸同学。那个红绿灯怎么坏了呢？看不出嘛，我弄坏的。What？ 你怎么还想打我呀？我也打不过呀。我的玩具飞机不见了，帮我找找。找着了我就修理红绿灯。我找给你就是啦，小本本记下来，我一定找老师诉苦。哼，水池是没有的，玩具飞机都是遥控起飞，一定是落在了某个角落了。站得高看得远，踩在树藤找找，说不定就卡在某个树杈上，绕一圈。那不是学渣的飞机吗？找到了，这是你要的飞机吗？对对对，就是它。原来光线就能够远程修好，哼，上了这学渣的当了。将绿灯启动，这下不算闯红灯了吧？谁在大马路上挖坑了？你不写个警示牌，没道德。哎，好像有个梯子，还好放了一些梯子。再仔细找找，居然还有损坏的梯子，简直要人命啊！出去我反手就举报，坑害人命啊。可算是找到了两把珍藏的梯子，这样子我就能够离开这儿了，马上就能够回家了。呀，好疼啊，这路上怎么还会有绊脚石，疼死我了。等等，我的满分试卷呢？我的试卷呢？流浪狗，喂，最最下留情啊。可恶，你出来，你给我出来。流氓，这个是新玩具新电脑游戏机啊，这么高的墙也翻不过去啊。那我就挖个狗洞钻过去。我记得学校旁边经常施工修路，说不定能够找到工具。有了，找到了铲子，隧道里面还有电钻机，这下我就能够挖个狗洞过去了。找一处松软的土地，就是这了，挖起来得心应手。底下还有修好的隧道，这样子就能够翻过去了。流浪狗，我抓到你了。哼，吞了我的试卷，用铲子给掏出来。冷静，试卷被我撕成了两半，一铲子下去永远消失了。还我试卷，不然我就和你同归于尽。我是饿得慌，都怪那臭狼狗把我的骨头给抢走了。让我和狼狗大干一场，你真狠呐。好不容易考了满分，我要大战狼狗。真的，说不定不需要大战呢。我记得狗都喜欢藏骨头的，刨个坑就藏起来了。瞧瞧我说什么，骨头就埋在了这儿，这回我就能够拿回满分试卷了。是我的骨头，快快快给我吃点。试卷呢？试卷在我的狗窝里。给你，要是翻不出来，晚上就肉包子吃了。我的满分试卷怎么回事啊？只剩下一半，我要把你给宰了。冷静冷静，另一半就在沙坑里。居然把我的满分试卷给撕了，附近的沙坑我找找，把土地翻了一遍又一遍，跑得可真深呐。不过这试卷碎片可算是齐了，以后可不准再摇试卷了，耽误我的快乐一小时。哼，等等，这破碎的试卷不信怎么办？我记得表妹在这里扔过胶水，找到了，翻出剩下的一点胶水，把试卷给粘好了，还是原来的味道。 Go go go， 奇怪了，回家的路明明是在这，怎么就没路了呢？这施工队又乱修路了，真是的，只能够走这里了。怎么回事啊？路怎么就坍塌了呀？这么高的地方，这回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了。小心坍塌，小心坍塌，请绕行。有声音，原来附近有人在施工。找到矿工，矿工大叔啊，这施工怎么没有警示牌呀？我这不是在呐喊了吗？你在呐喊，这谁听得见啊？这怎么才能够出去啊？出不去了，陪我在这挖矿吧，100年。